唐门没落的真正原因，魂导器只是诱因，人才凋零才是根本原因。斗二唐门已经由天下第一宗门沦落成了连地盘都被其他宗门霸占了的小宗门。一手缔造唐门的神王唐三在神界也很是无奈，但唐门真正没落的原因却不仅仅是魂导器崛起的缘故。首先，唐三和小五还有马红俊他们成神飞升神界，导致了唐门人才的流失和断层，使唐门瞬间就没了宗主跟副宗主，让唐门失去了强者资源和信仰。要知道，唐三以一己之力阻止了武魂帝国统一大陆的战争，成为了大陆人民心中最崇高的信仰，所以对他创造的唐门也是非常向往。而紧随着唐三的出走，使唐门内部人心浮动，人才大量流失。其次就是愚昧的后人盲目崇拜唐三，重点培养蓝银草武魂的规矩也让唐门内部修炼资源浪费，加速了唐门倒台的步伐。其实魂导器的出现只是唐门没落的导火索，真正让唐门没落的还是不同与时代潮流魂导器相结合。暗器一直是唐门的根本，而魂导器取代了暗器地位后，唐门再次受到重创。总之，唐门的没落根源在于人才凋零和内部管理问题。只有真正强大的领袖才能带领宗门复兴。霍雨浩虽然是一代真正的强者，带领唐门走向了复兴的道路，但他最终没有当上唐门盟主。你知道是为什么吗？